到底发生火灾要安怎来逃生？拄到地动的摇，要避伫个倒位？那是有人堵水，搁要安怎来安全救援呢？相信有真侪人也是唔知影，就算上网来查资料，嘛无一定会当查到正确的资讯。所以新北市消防局用上届普遍的 9 即时来回答大家防灾的问题。火灾发生的时阵，紧张，要怎逃生？躲避起，要避躲，这你敢知？火灾的时候不能躲哪里？不能躲角落，上方不能躲，会被呛到。知道浴室能躲吗？你知道吗？浴室到底能不能躲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家的那个浴室都是塑胶门，那个会融化。有人讲到，但是嘛有人雾煞煞，去网络顶关吹消息嘛，不一定是真的，免惊看家。水门就水有答案，而且是上正确的。新北市赖地零客服，洪灾真厉害。洪灾手册毛2.0版，唔那写当用手翻册，毛电子书。过手游的方式，游戏的互动，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市民要具备有哪些防灾的应变能力。这是人生一辈子必须读的一本书。除了全国五大电子书的服务平台，麦当里新北市。立图书馆、台湾分端书库、国家图书馆馆长，伫各式的图文结合绘本，让大人囡仔拢会当知影讲，发生火灾的时阵要安怎逃生。